皇家加勒比海洋圣歌号即将开放预订啦，你是否对这艘豪华游轮充满好奇呢？今天就与我们一同发掘海洋圣歌号的奇妙之处。海洋圣歌号主要的航行地区是地中海南加勒比区域，其中包括威尼斯、希腊、法国、西班牙、英国等港口。只要踏上海洋圣歌号，精彩冒险活动就停不下来，让您在航海的每个日子都过得十分充实。如果您是一名运动爱好者，这里设有迷你高尔夫球场、高科技的健身中心、篮球场、冲浪、攀岩等等，让您在航海时期也能维持健美身材。此外，海洋旋律号也有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水疗中心、玻璃顶棚的休闲场所、室内泳池和漩涡浴缸、赌场、各式各样的酒吧和酒廊、池畔电影屏幕，还有精彩的现场表演，让您尊享最惬意的身心放松时刻。不仅如此，这里还有碰碰车、滑轮、海上跳伞、北极星观测舱等等。无论是和亲朋好友一起，或是想要感受独处时光，都可以逐步的享用船上一切设施。食物方面，海洋圣歌号拥有高达15家餐厅任君选择，其中包括詹姆斯意式餐厅、仙境坊牛排馆、伊苏米日式餐等等。无论您想要品尝西餐、日式料理、异国风味、自助餐等等，这里都能满足您的口腹之欲。此外，船上也有客房送餐服务，让您在房内也能享受浪漫的用餐时光。